大家好，我是昆汀王友军。今天我带大家来看这盘呢，是在尔湾 Fotula Spring 的塔利斯盘。这边是二号户型，这边是一号户型。我们把这两种带有这种小庭院的呢，我们叫做有 Collier 设计。那么它其他的户型呢，是通过这样的一条步道，然后往里面去，一共是有六户。那么他们的车道呢，都是在房子的另一侧，从另一侧是入车道的。这边是走入正门的。现在来看一下最最受欢迎的四号户型，超大挑空，二楼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宽敞的 loft。这个户型真的是最 popular 的一个户型，它的挑空的位置是最大的，应该说是可以说是全挑空啊，包括二楼可以直视到二楼。然后这里是一体式的这种设计，包括了连接了它的后院。然后这个地块呢，样板间的地块是有 view 的，还有一块侧院。那二楼这个位置呢，是一个半个洗手间。一楼除了这一块非常让人难忘的区域呢，我们进门的右手边还有它的一层的一个卧室，所以这个房子的性价比其实很好。二楼特别喜欢这个 loft 的区域，不管是从楼下看过来，还是从楼上看下去，视野都特别的好。看到它二楼的 loft，其实窗户很多，然后让整个大的这个空间呢采光特别的好。然后这个空间呢，loft 的这个空间区域也很比较大，然后楼上楼下还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互动。那么从楼梯上来的这一侧呢，就是另外的三间卧室。一样的配比的是两间卧室共用了一个洗手间，然后再往前面延伸下去的是它的主卧。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呢是248，地税是在1.4左右。它的高中属于的是 Portola High School，整个 Portola Spring 这个大社区呢都是属于 Portola High School 的一个学区。